于成龙作为一名新上任的暗查使，可以什么都不管，可以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用负责，将前任交过来的卷宗和所有案犯一股脑的接过来，原封不动，朱笔一挥，那些关押在大牢里的几千名人犯，他们一个个人头不就落地了吗？我们执行朝廷迁海令取得的巨大成绩，不就原封不动的搁在那儿了吗？可是。 微臣下不了这个手，因为那些所谓的通海案犯，他们没有真正的通海，他们从来没有勾结和资助过那些叛贼逆子，他们是违反了朝廷禁令，出过海打过鱼贩过粮。可是他们出海为什么打鱼？为什么贩粮？为什么？难道是为了通匪？难道是为了造反？为了和朝廷不一条心了吗？都不是。 出海仅仅是为了一己生计，为了有口饭吃，只是为了一家老少不被饿死。秦王殿下，天下乱了这么多年，老百姓苦了这么多年，秦王殿下亲自带兵拼定天下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全天下的百姓能过上平平安安的日子，为了我大秦的江山长治久安吗？ 事实并非如此，只要触犯了迁海令，就统统拿来治罪，这是为什么？这难道不是草菅人命吗？秦王殿下，于成龙愿意拿头上的三品顶戴和项上人头，换取福州大牢里头那些无辜者的性命。 于成龙，你可清楚，朝廷迁海令中对负责执行该禁令的文武官员失察所制定的严惩条款吗？微臣清楚，迁海令明文规定，凡是负责该禁令的文武官员如犯失察之罪，朝廷将从严治罪。那好。 那本王就准许你重审福州监狱里所有的通海案犯。谢康亲王。于成龙，你可给我听仔细了。此次重审，如果你的事实依据要是推翻不了原判， 那你可是要承担失察之责呀！你不管是要承担失察之责，本王也一定要罪。微臣明白。
风沙沙不动，风沙沙大人这身子不得意忘形啊，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助纣为虐，你这是纯粹的助纣为虐。笑什么笑，今天康亲王要治了于成龙的罪，我看你还能笑得出来。康亲王不是没有治他的死罪吗？要是治了于成龙的罪，他还能再哼曲啊，早见阎王。庸人自扰，天下本无事，没有你说的庸人自扰之。你们俩一对不识相的家伙。景阳，翠婷，把林乐仔给我押上大堂，我要升堂开审。是是。景阳这一辈子啊，做不了正经官，遇事拿不起放不下，不知如何决断。可是柳敬阳，对我于成龙，可是忠心耿耿，一片善心。是啊，所以人不能太善，该厉害的时候就得厉害点。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听你刚才的话，好像有弦外之音，是说我于成龙不善。对，对对什么对？那我给你个最公正的评价，怎么样？好啊。你是个什么人呢？你是一个大善小恶之人。什么？大善小恶之人？我恶什么了？我？你周瑞和周先生跟着我于成龙这么多年，我对你不善了吗？恶人不光恶别人，也会恶自己。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吧，你身上要没有一股恶劲，你能挑着卷香上康亲王的军中大帐前去闹事捣乱吗？哎，周先生，你这个话越说越不像话了。我是去讲道理，怎么能说成是捣乱闹事呢？闹事也好，捣乱也罢，这事要放在晋阳身上，他能这样做吗？不能，他缺的就是你这股恶劲。打住打住打住，你说的话呀，越来越不入耳。都是爱听好听的，不管好话赖话，凡是不入耳的话，都不爱听。你还别说，我于成龙就爱听不入耳的。周先生，请讲。张大人，大人请上座。告诉我，林乐仔同牛阿根的案子到底有什么牵连？没有牵连啊。没有牵连？对呀，没有任何牵连啊。牛阿根死的时候与林乐仔同住一间牢房，而于大人重审牛阿根案，首先提审的也是林乐仔，这难道都是巧合？张大人，这牛阿根的案子是您主审的，他跟林乐仔有没有牵连，您是最清楚的呀。不错，当初是我审理的牛阿根案，但是是什么人杀了牛阿根？这个人又为什么要杀牛阿根？能跟我说清楚吗？这不是很清楚吗？什么人杀的牛阿根？当然是黄塘村的人了。除了黄塘村的人，谁会去杀牛阿根呢？是黄塘村的谁杀了牛阿根？卑职这哪知道啊？卑职要是知道，还用得着于大人审吗？坐吧，谢大人。关长天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应该是40有3。难得大人还记得卑职的年纪，记得卑职为大人效力的时候才35岁啊。是啊，这一晃8年过去了，你我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岂敢岂敢，小的只是尽心为大人做事而已。我在按察使衙门的时候，很信任你，也很重用你，很多事情都会交给你去做。卑职明白，大人一向都很器重卑职，卑职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感激不尽呐。那我今天跟你说件事情，卑职听着了。康亲王已经同意了于大人重新审理福州监狱所有通海犯的案子。什么？康亲王已经同意于大人重审所有通海的案子？这……我今天只要你一句实话，牛花根到底是谁杀的？卑职不知道，卑职真的不知道啊！那前两天，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的拿一万两银子来孝敬我？那是卑职孝敬大人的一片孝心呐，请大人明察，大人明察呀！实话，句句事实，绝无虚言呐。好吧，我但愿你是真的不知道，或者你更愿意跟于大人去说吧。大人慢走。林乐仔，本官提审你多次，你都不肯开口，到底为何？本官想知道其中的原委。林老仔，本官现在可以向你直言相告，之前判你所犯通海之罪，纯属子虚乌有，听明白了吗？你是无辜的，你没有犯通海之罪。奏明，叩谢大人。好，你终于开口说话了。奏明谢大人不杀之恩。本官现在还不能释放你，必须把你知道的有关牛阿根被害的情况如实的交代。林乐仔，回本官的问话。本官再问你一次，你跟牛阿根关在一起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来人，在，把嫌犯林乐仔拉下去重杖五十大板。是。走。走。典狱长，典狱长，今天不是张三东和李四小他们两个下夜值班吗？他们俩干嘛去了？啊，张三东和李四小跟我们俩换班了，说他们有点事儿来不了了。能有什么事儿？不知道，他们没说，我也没问。他们俩回来，叫他们立刻来见我。是是。成龙啊，要我看呢，这林乐仔一定知道这牛阿根被害的一些情况。建啊，你知道为什么把林乐仔关在聂四衙门？这点小把戏啊，我还是看得出来的。不就是引蛇出洞吗？已经过去那么多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谁会是那条蛇呢？这咱不急，咱等着他。这条蛇一旦得知康亲王准许了我重审通海案，自然他就坐不住了，他一定会主动找上门来。周先生，那以你判断，
这条蛇会是谁？这不好说，也许是条大蛇，也许是条小蛇。无论是大蛇还是小蛇，只要我们把它抓到，牛阿根的案子恐怕就能破，黄塘村的案子也就会迎刃而解了。这两个案子。 是福州监狱所有通海案的突破口，只要把这个缺口打开，通海案就会像洪水一样，再也没有人能拦得住了。哪儿呢？哪儿？你确定？ 废话，白天才过点了。走。哎，成龙啊，我见你在捕房，只安排了两个衙役看守，那万一出事儿，能守得住吗？那你派重兵去把守，谁还敢来？ 告大人，我认识他俩，他们俩都是福州大牢的狱卒，一个叫张三东，一个叫李四小。张三东、李四小，你们两个作为大牢的狱卒，为何私自前来聂司衙门，截杀在押案犯林乐仔？伟大人话，为何截杀林乐仔？是谁指派你们的？说。 我，李自强，你若敢继续抗命不交代，本官即刻把你拉出去斩首！于大人饶命！于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招，我什么都招！于大人，我们俩杀林乐仔，是出于私仇，并无其他的原因。什么私仇？一派胡言！张三东。 本官再问你，你们两个截杀林乐仔，到底为何？于大人，我刚才已经交代了，我们俩和林乐仔是私仇，并无其他的恩怨。来，孙权，在，把李四小给我拉出去，大刑伺候。是，把李四小押下去，大刑伺候。是。 于大人，于大人，我招，大人，大人，大人，我交代，我招。李四成，你千万不要说，只要你不说，于大人就定不了我们的罪，我们就不会死，听我的。来，孙权，在，把张三东给我拉下去，重刑伺候。是。 什么？张三东和李四小没有回来？是的，他们没有回来。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是。
你别了嘴，下班了。叫你吃饭，你躲什么躲？又不是杀你，快吃饭。 张三东、李四小，还不快快从实招来，免得再受皮肉之苦！大人，大人，我招，大人，我招啊！李四小，你不能招，你要招了，咱俩都得完了，千万不能招！大人，大人，我招，我全招啊！李四小。 你不能招，招了你我都得死，知道吧？不能招啊！谢天，把张三东给我压下去。是，把张三东压下去。是，李四强，你要扛住，你要扛不住就完了，你不能招，千万不能招，扛住！大人，大人，我招。 我全招大人。好啊，招来，招来。牛阿根，是我和张三东下毒给毒死的。你和张三东为何要下毒杀害牛阿根？为了20两银子。20两？啊！谁给你们俩20两？ 是葛长天，典狱长葛长天，他答应我们给我们20两银子，然后就毒死牛阿根。这个典狱长葛长天为何让你们俩杀了他？为何杀了他？对，一个典狱长为什么要杀害他所管辖的犯人呢？李四小，你若是诬陷他人，推卸罪责，罪加一等，你明白吗？ 我明白，大人，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是个狱卒，我什么都明白。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葛长天为什么要杀了牛阿哥，我真不知道，大人。李四小，别怕，你看上去呢就不太像个坏人。你要把你的事情说清楚，把张三东的事情说清楚，特别是典狱长葛长天的，要主动揭发，这样官府便将功赎罪，于大人。 会减轻你的罪行，我的话听明白了吧？哎，大人，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可是大人，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何杀了牛阿根，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李四小，既然你不知道葛长天为何杀害牛阿根，那我问你，你和张三东为何要劫杀林乐仔？ 于大人，这个我交代，这个我交代。我们去给牛阿根下毒的时候，正巧林乐仔也在，我们以为他睡着了。哎，张三东对我说：“不行，就让我们在这儿下手。”后来，于大人您把林乐仔给押解走了，我们就怀疑，当时林乐仔是在装睡，我们怕他供出我们来，所以我们就决定。 把林乐仔给杀了，还有什么？继续招了。于大人，各位大人，我都交代了，我把我知道的我都交代了。我是个狱卒，我懂律法，我知道不如实交代的后果是什么。可是大人，我是真不知道了。 请于大人您明察。李司厅，在。押林乐仔来对证。是。把人犯林乐仔押上来。哎，赵科长，里面审的怎么样了？ 有结果没有啊？这谁知道啊？进不去，听不清，只等大人张了榜才知道啊。
李四小，你认识这个人吗？我认识，他就是林乐仔。林乐仔，你认识他吗？认识。好，那本官就继续问，在牛阿根被害的前一天。 狱卒张三东在你的牢房里，对狱卒李四小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李四小，你当着林乐仔的面，再重复一次。当时，张三东对我说：“要不要当着林乐仔的面，把牛阿根给毒死？” 林乐仔，你记起来了吗？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听见。林乐仔，你敢替罪犯包庇罪行，知而不言，本官将判你同等之罪。还不如实招来！我什么都没听见。嗯，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什么都没听见。 于大人，你看呢？退堂。把人犯带下去。是。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雷泽廷，在。你即刻前往福州大牢，将典狱长葛长天拘捕归案。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把葛长天给我拿下！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放开我！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自己心知肚明。你无端拘捕本典狱长，你可负得起这个责任？葛长天、张三东和李四小全都供认，你还想抵赖吗？他们供什么了？你拿出证据啊！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诬告本典狱长。 你要受诬告之罪，等到了案查室衙门，你自己会看到证据。带走你，你无端拘捕本典狱长！我要上翻台大人，上辅台大人，上制裁大人，上科技委了！告你们！成龙啊，林乐仔始终不肯交代，张三东也不肯交代，这李四小是一面之词，如今葛长天被你拘押打入地牢。 下面该怎么办？李四小虽是一面之词，但我相信杀害牛阿根的那个真凶一定就是葛长天。哎呀，你相信管什么用啊？没有旁证，李四小交代的，他永远都是一面之词。你说的完全正确，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拿到旁证。这林乐仔、张三东都不肯交代，那你的旁证从哪儿来呀？当然从林乐仔的嘴里来。林乐仔的嘴啊，你撬不开。 撬得开！你如何撬开林乐仔的嘴？你们俩不是说，林乐仔最怕死吗？就因为怕死，他什么都不肯说，什么都不敢说。那咱就让他死一回。好一个死一回！咱们遇过多少次了，却恰恰忘了这个要害。怕死之人让他死一回。 这个案子不就破了吗？好主意！什么叫死一回，这案子就破了？于大人已经找到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了。这个突破口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字：死。赵先生，您真成了我于成龙肚子里的虫了。哎呀，我是你的募兵，是你的师爷，他才是虫。哎，你也成龙说你是虫。<笑> 老爷，您今天这是怎么了？过年都不舍得这么吃一顿。是啊，这又是荤又是素的。老爷，你今天咋这么大方呢？老爷也想大方，那问题是得有银子呀。今天老爷不就大方一次吗？你们看看，做了这么多的菜。
不就是想给大伙打打牙祭吗？是不是老爷？娘，我想先尝尝一小口，可不可以？姑父还没吃呢，你先尝，像话吗？娘，现在外面的人都叫我姨青菜，说我连肉都没吃过。没听见娘说话，去那边坐着等着。哼，小气。我们家小小可不是姨青菜啊，你娘就是有点小气。姑父给你吃好不好？好吃啊，好好好，好香啊。哎，行，哎，今天这个饭菜啊不是咱们自家吃啊。不是我们家吃的啊。等过几天姑父发了俸银以后，咱们全家人再好好吃一顿。姑父从来都没有让我吃过肉，天天都是青菜。哎呦，让我们家小小委屈了啊！现在啊，近海了没有鱼虾，等发了俸银以后，姑父给你买肉菜，让你吃个饱。姑父不许骗人。姑父怎么会骗小小呢？来，拿口。雅琳乐仔上堂。坐下。余大人平常可吃不上，你好好享用吧。林乐仔，有好酒好菜，你好好吃一顿，吃饱了好上路。余大人。于大人，这酒我不想喝，这菜我不想吃啊！难道你想当饿死鬼不成？于大人，于大人，别杀我，别杀我！我说，我什么都说。那就速速从实招来。张三东和李四小那天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张三东和李四小都说了些什么？张三东和李四小。他们说，要不要当着我的面给牛阿根下毒？那时候我在装睡。他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都听见了。你说的话可句句是实话，绝无半句假话。林老仔，你还有什么话要向本官讲？有，我还有话要说。讲。在关我的牢房蒲草下面，我藏了一封牛阿根临死前交给我的供词。什么？牛阿根的供词？是牛阿根的供词。牛阿根的供词里面说，是葛长天指使他诬陷了黄汤村23户人家，蒲田县很多通海犯也都是葛长天指使他干的。牛阿根的供词里面还说，那些被他诬陷人的财产，大多数都被葛长天一个人独吞了。后来葛长天为了杀人灭口，就诬陷牛阿根通海，把他给送进了大狱。简直是无
无法无天。放羊。林乐仔，你看清楚了，啊！李子廷，在，带着林乐仔，赶往福州大牢，速速搜查所藏证据。是，把人带走。是是。起来，起来！谢谢大人，走。谢谢于大人，谢谢各位大人，快走。谢谢各位大人。赵先生，娘，把那菜端回家去。哎呦！你们看看，这就是一个牢头，一个小小的牢头，就制造了这么多的冤假错案，啊！一个莆田县，就冤枉了300多人呢，那是300多条鲜活的生命啊！亲王殿下，福州大牢所有的通海案已经全部重新审理完毕，总共有532人被冤枉。于成龙，看来本王真的是错怪你了。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忙于平定天下之大局，可是何为大局？战乱的时候有战乱的大局，承平的时候有承平的大局。可是，我告诉你，什么是大局？真正天下的百姓才是大局。于成龙说的对，迁海令也罢，其他的律令也罢，都不能伤及百姓的生存之本呢，更不能在实施律律的过程中让那些官吏贪赃枉法，祸国殃民。亲王殿下，通过此番通海案的审理，发现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那就是牙渡之害。牙渡之害？对，纵观福建福州、漳州、延平3道，兴化、泉州、建宁等9府，再加上永春、龙岩2个直隶州，没有1州1府1道不存在牙渡之害。此番经聂司衙门重新审理的500多起冤假错案，其中80%以上是由各级蓄力与官员勾结所致。如今各级衙门一切事务大都需要蓄力之手来操办，然而这一切事务只要到了蓄力手里，权限可及可持，处罚可轻可重，财富可轻可化，典礼可举可废，人命可大可小，颂誉可轻可重，功成可增可减。衙门事务不外乎如此其象：权选、处罚、财富、典礼、人命、颂誉、功成。而这七项重大的治国安民之政务，最终恰恰需要经由各级蓄力具体操持办理。那些不法蓄力便会通过他们手中掌握的文书部级、立案掌捕来操纵和束缚他们的长官。福州大牢黄塘村一案是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身为莆田县衙的典史牛阿根，被福州监狱典狱长葛昌天所利用，上下其手互相勾结，为侵吞被害人的财物，置其性命不顾，栽赃陷害，制造莫须有的罪名，使黄塘村23户人家蒙冤受屈，获罪下狱。而后为了掩盖其事实真相，杀人灭口，葛昌天居然指使手下狱卒将牛阿根下毒杀害。
同时他还向布政使张继仁张大人暗中行贿，以便为其开脱罪责。好在张大人不为所动，也没有为其说情周旋，干扰办案。诸位大人，重审福建通海案，一开始我们大家所有的人都持反对意见，只有于成龙于大人一个人坚持重审。现在看来，我们都错了。亲王殿下，我是当时福建的暗查使。于大人所查之所有通海案，都是在我的主持下审理的，造成今日之严重后果，理应由我张继仁一人承担。不论亲王和朝廷对我革职查办也好，就地正法也罢，张继仁甘愿领罪。继仁，于大人，什么都不要说，罪臣张继仁，静候朝廷发落。读书须身天下，大道一心向往，百目千帘万里路，爱一轮红日好朝阳。梦里几回家园望，酒水伴着泪水长，情长。